小亮哥，过来快点，来这上面，这上面好玩一点。你准备跳了？跳呗。还挺标准啊，大家好，我是香蕉兔，今天兄弟又过来玩，大家来河里面放一下我们这里蛇鱼，就像我上次那样，用草直接放在冲水的地方。然后把草拿起来专门放我们这边的蛇鱼，因为上次没有成功啊，没有放到几条，今天感觉天气还可以，日子也不错，然后过来试一下，今天不出意外的话肯定会搞到很多蛇鱼。我现在先去搞一把草去。嘿，别下水，这两天要非常小心，因为有时候在里面会有蛇。差不多搞上一把，这么大一把，待会肯定会放到很多蛇鱼的。哇！试一下这个地方，我觉得应该是不错的。拿了两个石头，现在冲力好大，把那个石头给我一下。我以为两个石头能压这个石。冲力太大了，我的压不住，别啊，别跑，我低估了这个水流了，得再去找两个石头去拉一下我呗。等一下啊，别太用力啊，我操！这把应该可以了，又拿了两个大石头，我打个，好放，现在就让它静静的放在这里吧。让天哥拉你吧。先出门，干粮比较足，因为这几天天气特别热，今天带了一点喝的出来。这是我前几个月买的那个保温箱，一直没用，今天用了一下，在里面放了一些冰块，然后放了带了一些饮料过来，现在搞一点喝一下。带了两个杯子，一人一个。哇，这杯子都好冰啊！江阳哥，你要杯子吗？没给你拿。你要喝啥？喝的。好。还带一个柠檬，来放在这个雪碧和可乐里面。哎，我都没喝，你就伸进去了。带了这么多吃的，我说我们是来搞鱼的，小范肯定是来搞野炊的，带这么多。他对我搞鱼没信心，我今天要一雪前耻，告诉你什么叫做搞鱼小能手。全是泡，你错，来尝一下。太爽了，要不要？江哥，你要不要？你现在已经可以喝碳酸饮料了，年纪也不小了。江哥，尝一下，是不是太酸了？算了算了，江哥，下去吧，我下去了啊，看着我啊，呜！
肩上很痛的。快！呜！啊！啊！不要踩我身上，你最不会游，最不会游吗？是个鹅。啊，终于到潜水地方。你在摸什么？啊，你在水里面摸什么？肩膀上抓了两下，哇，你说啥？老潘说这要有鱼他要少吃了，你等着吧。妈，啥也没有。出来，来个鱼。啊，一个鱼都没有。这地方不行，没鱼。啊，歇一会儿。咋整？哇！我操，这个背！啊像一个，现在应该在水里面吃草，吃得好开心。今天放鱼这个地方感觉没有选好，没鱼，真不是这个方法不行，这个地方没有鱼，这个坝太高了，然后把草弄上来不太好弄。还是去表哥他们那里有几个坝，那也比较好一点，那蛇鱼多一点。还带了李子，吃个李子。李子要不要，先生哥？哎呀，掉！光咬我的手。嗯。嗯，要不要？我现在视力怎么这么差了啊？快！现在怎么跟我不亲了呗？啊？最近不是对你也挺好的吗？千山哥现在毛已经全部已经换好了，就剩这里还有几撮撮那个老毛没换掉，现在看起来也好看，就像个天鹅一样。是不是啊？像不像天鹅？啊，这脚现在还跟上次一样，这里肯定是长不起来了。这个地方，这个洞，这个肉又往里面长呢。但是我感觉它这个肯定是长不拢的。走路没什么问题，游泳嘛，就有一点点缺失。今天这鱼是搞不到了，现在我们在河里面玩了一会儿，准备回去了。嗯，本来这个桶是用来装鱼的，现在变成装垃圾的了，也不是装垃圾，对不对？装向天哥，装垃圾和向天哥。
现在应该不是说你啊，真的不是说你啊，口误口误，回去。这个桶就能装下了，以前一个小小的纸盒就能装。啊！啊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啊啦啦啦啦啦啦啦！五千了呀！一千往外跑！看什么？你们四个看什么看？看吃你的东西。挑一下啊，挑一下就挑一下，随便啊。我操！我他妈没有追上去而已。